妹妹这话的意思是，这人藏在我屋中。他的神态竟与三生花有几分相似。屋外你查过了，屋里你也看过了，正如你所见，没有他人。啊，本院这身体着实是乏得慌，能否让本院休息了？还不能。妹妹是想如何呀？林妃姐姐可否把您的右腿给妹妹看看？放肆！本院的身体只有君上。君上准了，那就由不得姐姐了。莫非是妹妹觉得我是你们要找的人？行，我让妹妹看。若是没有，从今往后，你休想踏进我逸轩院半步。听姐姐的。